为什么天虹姐可以帮你生小孩，我就不行？把小孩拿掉。你要我堕胎？我求求你，让我把小孩生下来。我有好消息要跟你说。嗯，这么巧，我也有好消息跟你说。那你先说。就是你又要当爸爸了。你不高兴吗？说不定我可以帮你生个儿子。我们不是都有避孕吗？怎么会怀孕？任何的避孕方法都没有办法保证100%安全啊，总会有漏网之鱼嘛。医生，你老实跟我说，我不会生气的。你确定是我的？对不起，宝贝，我不是故意要怀疑你的，我只是太震惊，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才会口不择言。都是我不好，不要哭了。你不想要这个孩子吗？是不想，是不能要啊。为什么天虹姐可以帮你生小孩，我就不行？宝贝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好好听我解释。天虹打算出钱让我自创品牌，大展拳脚。你想，这对我们两个的未来是不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？所以你要先忍耐，把小孩拿掉。你要我堕胎？我也希望你能把孩子生下来，可是我们不能那么自私，要为小孩着想，让小孩在最适当的时间出生，他才会幸福。现在的我还没有资格给你和小孩更好的条件，小孩如果生下来会变成受人耻笑的私生子。你不是最了解那种生活吗？听我说，我们不能让小孩受那种苦，我也不能像你爸一样变成那种不负责的男人。你再等我一下，我会赶快努力赚钱，把你娶进门，让你光明正大的把小孩生下来。你乖，我明天就安排时间陪你去医院。我求求你，让我把小孩生下来。
依山，我一直以为你是懂事的人，没想到你要这样为难我。我好不容易有一次能够证明自己有能力的机会，你难道要让我错过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如果你真的要把小孩生下来，我愿意放弃这次成功的机会，负起责任跟你结婚，然后一辈子悔恨错失良机。你真的希望你爱的男人这样吗？这就是你爱我的方式吗？如果是，为了你，我愿意。我答应你，把小孩拿掉。谢谢你，我一定会好好补偿你的。